来讲讲 VCR 来。大家好，西班牙型男代表佩德罗来到永春市场，今天有一个神秘的任务，老外蔡奇亚大挑战，限时15分钟，用台语买到3种商品，那三种呢？第一个是狼妞吧，好，然后再来是黄辣椒、香瓜啊、秋，呼呼，这个好难，狼妞吧 ，Let's go， vamos， 搞炸搞炸，狼妞吧，狼妞吧。有蓝妞吧吗？蓝妞吧。哦，那个没有。哦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有蓝妞吧吗？蓝妞吧，蓝妞吧，蓝妞吧。有蓝妞吧吗？蓝妞吧。没有我啦。蓝妞吧。没有，冰箱有了，可以吗？220。220，米心有比较便宜吗？帅哥，唯一的职业外国猛男。贵一点才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搞炸搞炸，嗨嗨，美女。一个环那 Q， 环那 Q， 胡辣椒了。哎，听得懂哦。我说什么？一个环那 Q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有汤姆克鲁斯打折吗？或是送给你？哦嘿，这也是加码的吗？对。怎么这么好？耶，帮你们 promote 宣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一定有，一定有。Q 鬼呀 Q， Q 鬼呀 Q。早安，有 Q 鬼呀 Q 吗 ？Q 鬼 ，Q 鬼呀 Q。Q 鬼呀，小黄瓜。龙须菜啊，卖完了。卖完了，谢谢。有难度哎，你们有 Q 鬼呀 Q 吗 ？Q Q。鬼呀 Q 啊。哎。鬼呀 Q 底下。哇 ，Q 鬼呀 Q， 这多少？那个一个35。有明星打折吗？名人没有，汤姆克鲁斯一样，没有明星打折，不要再下架，3-1已经非常赞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丢滚呀丢，懒妞吧，还那 Q 都买好了，哎、欸，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打折，但是还是很划算啊，300块就可以做一个很丰盛的猪肉汤，呼呼。哎，不错啊，好好玩，介绍的蛮好的。那最后那道菜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刚刚在讲什么，我也都不知道。Q 是要说猪肉汤吗？懒妞吧，懒妞吧是猪肉的那个一个部位，背嘛还是猪颈肉了？猪颈肉，猪颈肉。懒妞吧，对对对对，猪肉。那龙须菜你还记得怎么讲吗？龙须菜 Q Q Q 不要 Q 这个 Q 不要 Q， 我只是在照他的音念，我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好难哦。马丁台语很强，来来，另外不会了，我教你的台语你都忘了，没关系，我都不晓得那叫 Q 鬼啊 Q 了。我刚刚都讲，他们可能是讲台语，我都感动了。但台湾人很热情，都会去帮助你耶。对啊，对，多好玩，很热情，还真的有免费的。对啊，乱归乱，但是呢，人情味很，真的真的可以撒娇，可以哈拉，可以学语言，不用再付那些语言中心，直接去菜市场学。对呀，其实菜市场真的很热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但也会有一些你看不懂的，比如说我很无法理解排气管腌菜、哦、真的，南非很注重食安，我们的餐厅陶瓷碗有裂痕是违法的，因为细菌洗不掉，所以你陶瓷的碗盘有裂痕是违法的，所以我们真的很讲究食安，然后肉一定要在冰箱干嘛的，对，可是台湾真的很厉害，你除了肉不用放冰箱以外呢，你的菜可以放地上卖，我就觉得太神奇了，很多人在走路、骑摩托车、脚踏车，所以那个菜就是完全就是被排气管腌制，我就觉得，然后我也跟老板说，因为有一摊他的水果干嘛看起来很漂亮，我就跟他说，老板你的菜都很漂亮，可是你放地板很可惜耶，你不觉得这样已经你让那个品质下降了吗？他直接跟我说，放地上有问题吗？我有铺东西，他没有直接碰地板。我跟你讲啦，农药更毒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所以有农药的毒，然后还有地板的毒，就以毒攻毒，所以是没有毒。这个逻辑没错啦，拿回去吃啊，你记得洗一下啊、喔。反正有洗嘛。我就觉得这很神奇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再干净的摊子买回去，你也是要洗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反正都要洗的，摆在地上就没有擦了吧？对，就没擦，反正都要洗啊。它还有隔一个报纸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